你曾接触过人类。走过他们最后的城市。海文斯威尔。想象着。他们曾经主宰这个世界。那是清泉与瀑布环绕之地，百花盛开，草木无拘地生长。他们建立了海问城的生存规则，人类不过是任其宰割的羔羊。而战争就是机遇，你们最好是能打个两败俱伤。看来你我同病相怜，记忆残缺，追寻着缥缈的目标。不同的是，我只是个弱小的学者，而你拥有力量。精只能无限次重构躯体，却无法重建斗志。请怀揣勇气，小心谨慎地前行。愿精之指引你的道路。